Hello, everybody. My name is Kaiwan. 这几天我要离开台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接受一个任务，我要去拍一部纪录片。那为什么我要去拍纪录片？因为我想说要拍一些不一样的题材，去做不同的事情。所以我就跟我朋友，他是一个跟焦师，我就问他说：“有没有纪录片可以拍？”所以这一个礼拜我们就会下去彰化，要拍一个毕业制作，大学毕业制作的影片。然后我是侧拍，反正我就是最后会剪出一个有点像纪录片的东西，就是然后也会分享一下一些就是有点像 vlog 嘛，生活日志的东西。1:38，我们大概在3点多要从台北集合，我们要一起下去彰化。那我现在电脑就直接开始上传任所有东西，我还正在输出，就是这个。我有一个新的频道叫做 Non-Edit 就是完全没有剪辑，所以就是现在是在输出一些很长很长的片段，所以就让它慢慢输出。反正这几天我都不在台北，然后也在上传到云端硬碟。我们学校云端硬碟是无限大，所以我17TB， 反正我们是上传无限大，所以我现在就在把所有的东西上传，反正对，上传就对了。OK 啊，还有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下面的神奇东西。所以我们这一个礼拜我只有带这样子一袋，然后里面就有电脑、所有的电线跟我7天6夜的衣服都在这个袋子里，超瞎。好，然后我还会带一个稳定器。就是我的机械稳定器，一个小随身袋，就是方便随时换镜头。那一个就是摄影包，就是我会带的任何的镜头啊、电池啊、电源，还有空拍机，赞啊！对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3点要出发，然后下个礼拜2号，4月2号，20204月2号，4月2号会回来，对，没错。OK， 差不多就这样。OK，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 bye.